主料黄豆100克，辅料糖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先让黄豆洗澡泡发6小时左右，把黄豆洗干净，把黄豆倒进去，加水到了1300毫升，开启豆浆机的湿豆功能。等豆浆打好后倒出来个渣，最后加进适量糖调味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黄豆一定要提前浸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